报告总指挥，比红瑞拦截在红山口的特殊器材已安全就拿基地。你去通知警卫连，陆总的爱人来了，让哨兵离他的帐篷远一点，天大的事明天再说。是。说话，怎么不说话？你又白头发了。工作进展到哪步了？能告诉我吗？能待几天？不知道。我不在了，那就是走了。我们应该有个孩子了。你说呢？再见，再见。Government forces you to stay in China. Sorry, I can't answer this question, you know. Sure, that's fine. Guangda! Guangda!
失踪。失踪？这么多年了，你跑到哪儿去了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不是做梦吗？不是不是。Oh my God！ 你瘦了，从美国来。我就是想见你，在北京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，真想你。596工程已进入倒计时阶段，我们的产品已运向指定位置，中央已经确定零时，也就是最后爆炸的时间。啊，这个文件只能传阅，不要记录啊。什么？让我暂不回基地？为什么？对，在北京参加学习，不要回家，等待通知。时间这么紧，我的工作谁来负责？请你把保险柜的钥匙交出来。为什么？保密号，幺七杠四，幺七杠四，保密号，零二杠二，零二杠二，保密号，幺九四幺零，幺九四幺零。Thank you.